还给你一点吧。能不能一点把你的鞋烂了？难怪他们不吃的招待不周。他刚才跟我讲。你要去洗，我一说你要去洗，好去牙医那边，去要去住院，好不错。我跟他们建议一下。要不得。你小心点，小心点了，刘姐姐。晚上把老板的房把开上去。